你声音等一下先调小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我等一下会一直尖叫哦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等一下我应该等一下就烧瞎了，我真的没办法哦。我们食材不能用买的就好了吗？踩上去吗？可以可以踩，可以可以。我如果在这里面跌倒，我等一下就要回台北。这边你们就可以下水了。哦，来，来这边了。可以站着看没关系。可以啊，他们拍也是看不到啊。这边。他知道你怕他等一下会滑进去里面呢。哇，你吓到我了！天哪，你吓到我了！我不会下水的、喔。然后嘞，你说我们要捞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把它捞上去上面。好害怕踩到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它会跑掉。它会跑掉。哎呦！哦。哦，现在这边是最活泼的，台湾现在鳗鱼最健康的都在这边的。哎，抓到！哎呦！哎，这就厉害了，厉害了。换你了。然后嘞？就说用捞的，你是耳聋是不是？哦，很难抓哎！哎，抓到！我们把它捞上来看，然后它规格对了，它会跑到我们旁边这一池。嗯，好，那我捞了。